眼睛配上白皙皮肤，这名来自大陆海南琼海市的黄姓小学老师经常上传和学生的合照，被封为是海南最正女教师，没想到现在却传出沦为小三，当街遭到原配暴打。李姓女子以原配身份抛出自己和这名小学老师的对话记录，只见对方频频传讯息挑衅，辱骂她又丑又蠢，就连婚纱照也被讥笑一番，让她实在气不过，直接上门理论。黄姓小学老师被打到跌坐在地，苦苦求饶，但原配亲友团不打算收手，痛批皇女有愧，为人师表。衣服都被撕烂了，原配老公看了好不忍心，威胁不停手就要报警，没想到却只让亲友团更加群情激愤。报警了！这段长达四分多钟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，引起网友两极讨论，认为小三行为纵然不可取，当街动用私刑却也让人不敢恭维。目前两名女子都报警互控伤害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。记者唐晨报道。